从前，世尊带领弟子在摩揭陀国人间游行，那时正值播种季节，耕者婆罗斗婆遮婆罗门的500架犁都套上了轭，世尊着衣持钵来到耕者干活的地方，站在一旁。耕者正在分发食物，他看见世尊站着乞食，便说道：“哦，沙门，我耕田，我播种，耕了种了，我有吃的。沙门，你也应该耕田，也应该播种，耕了种了，你就有吃的。”世尊说：“婆罗门呐，我也耕田，我也播种，耕了种了，我有吃的。”耕者说：“可是我们不会看见世尊乔达摩的轭、犁、犁头、刺棒和耕牛。”世尊说：“信仰是种子，苦恨是雨水，智慧是我的轭和犁，谦逊是篱笆，思想是圆轭，意念是我的犁头和刺棒。控制身体，言语谨慎，饮食有节，我以真话做砍刀，柔顺是我的解脱，勤奋是我驾辕的牛，运载解脱，一直往前，永不返回，到达那里没有悲哀。进行这样的耕种，就能结出永恒之果。凡这样耕种的人，能摆脱一切痛苦。”于是耕者不仅发心布施，还在世尊座下出家，后来成为又一位阿罗汉。出家人严持戒律，少欲知足，教化于无形，使众生脱离烦恼苦海，人与人之间更善良和睦。世俗之人耕有相之田，种有形之地，有形之田地好耕，无相之心地难种。出家人耕无相心田，种无念心地，收获的是清净无为的菩提之果。僧人饮食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：一、请食，施主在家里备办饮食，并来到寺院请僧人到他家内过斋；二、送食，施主做熟食物，并送到寺院请僧人食用；三、僧食，僧人在寺院内食用居士供养的食物。如果僧食，入众人中就要随顺集体的生活，料理事务，处置决断，心意散乱，防废行道。为了防止这样的烦恼，所以即使僧食也应受常乞食法，即日中一食，一钵食，一坐食，不分别食，次第食等。四、乞食，虽有以上四食，然而以乞食的功德最大。若入村落或城中乞食，应收摄六根，不着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不分别男女相。乞食得与不得，心都平等，欲好不求多，欲坏不求少。若得不到食物，应观想，佛况且有起不到食的时候，何况我等福薄之人。乞食能断诸烦恼有漏因缘，所以应受常乞食法。
增益阿含经中佛言，其有探说起始者，则为探于我矣。所以然者，我恒探说能起始者，其有毁谤起始者，则为毁谤我矣。出家人以起始为生，断绝了世间生存的缘，才能正命而活，一心出离世间。头陀行脚须知，为上妙下祥法师写给弟子。时间起时要做到日中一时，午后就不能再起时，没有事缘也不能再随意进入村落。出家人不可佩戴饰物，手表应装在口袋里。行起时间应该在9点以后，过早容易起贪心，也不宜太晚，以免没有新的食物，又容易超过中午过斋的时间。午前供养的食物可以接受，过午不接受食物供养，只接受清水。带点东西放车去。咱们下午不接受食物。带点水。带点水可以。你下午不收东西了，过完斋了就什么都不能要了。这是钥匙哇？这米上都不能要吗？钥匙好汗。现在有什么？现在就不需要什么东西了。什么也不要。对对对，那过完斋了，上午什么都不要了。威仪，比丘应搭主衣起时，现福田僧像，以身表法。表性中之相，利益巨大。沙弥未受具足戒，可搭幔衣，不可用衣物覆盖头部起食。起食时，威仪具足，缓缓而行，钵、锡杖等搭配好。起门，如果院门开着，或没有外门，可以缓缓行进院内，念佛号，以免引起惊吓、反感或疑道心。因为院内和屋内有女人等诸多不便，通常不进。剩饭也可以。那有剩米饭没菜？有剩饭也可以。没菜。好好好，祝你家吉祥如意。对，谢谢你。起食时敲门也有要求，先三下，后五下，再七下。如果手持锡杖，可以摇动，让里边的人知道，先三下，后五下，再七下。阿弥陀佛，家里有人吗？家里有人吗？无人后即离去，不一直敲门或一直摇锡杖。阿弥陀佛。言语起时统一语言，开头可以这样说，或直接这么说。过路的出家人走路路过这里，中午来起点食物。有啥了你？起点吃的东西。如果不明白，可以继续解释。素的不带荤油的等等。素食能吃的就可以。若有询问，可以简单说明。不故作冷淡，也不强行起食，
无论布施与否，都生法喜，不过多停留。乞食本身就是在度化众生。乞到后，不论食物好坏，坛乐老少，都及时给回向，令生法喜。麻烦你把这个饭汤分成三份，好不好？分成三份。哎，三个人。不钱。咱不准摸钱。不要钱。这不钱是不要钱。对对。好。好。哎，好，到时候给他倒了。哎，给他。小袋儿给他都行。回向可念佛号，祝您吉祥如意。或是。作为布施者，悲乎其利，乐为了布施，后必得安乐。阿弥陀佛。嗯，黑发脸。嗯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好。阿弥不说谢谢，也不表示感激，不主动说具体的食物。阿弥陀佛。又观察对方并无布施的意愿，即离去。但在对方有布施意愿的情况下，可以做提示。阿弥陀佛。我是过路的出家人，路过这里想吃点食物，吃点能吃的东西，水果也可以。水果。嗯嗯。这是今天走的过的呢。那整那里头那。刚才那家老太太布施的。这咋吃啊？这是怎么着？我们里边有些。啊？我们一起过来十多个人，一起回去吃。来。哦，这都是啊。啊？嗯。我说这都是啊。嗯，他们是居士。还盛着吗？给我起立，若为老过时候被打完了。听不懂。给您回向。吉祥如意。早晨快到。第一次，第一次，你是这个村民的老住户吗？我这，嗯，老住户啊，啊、嗯，老住户，啊、哦，嗯，今天就是你施舍这一盆米饭，你现在心里什么滋味？那没啥滋味，那就是要他要，反正咱就给他，他就吃呗，反正是吧？那他有感哈、啊，要现做还不勉强。佛法僧三宝是众生的殊胜福田。供养三宝不仅能得世间的福报，更是出世解脱的因缘。出家人搁这过，别下来了，别下来了，别下来了。我过去说八十九了，八九啊、哦、我知道、哦啊、要点吃的有没有？有吃的了不了啊、哦？吃的，吃的，吃的东西，馒头是吧？对对对，啊啊对，哪儿的？辽宁的，哪儿的？辽宁海城。好，我过来，哎，过来，哎。哎，给我这放一个啊，我找一个吧。哎，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啊！对，哎，行，来过来，对，上来，嗯，好，进来，这个在我这里吧，好了，好，好，哎，好，吉祥如意，好，好，好，哎呀，哈哈。我们是五台山的先将，在这儿五位在这儿。遇到僧人前来乞食是非常稀有难逢的，圆了老人一生的愿望和期盼。若能进行布施，今世后世能得饮食充足、身体健康、眷属安乐、所求满愿等果报。
不但得到布施的喜悦，激发向善之心，同时种下成佛的种子，终会出离轮回，得到解脱。头陀之次第起时，就是按顺序，哦，一家一家这么次第起。那么还有什么规矩吗？有，就是说不允许挑好挑坏，不管贫贱富贵都是一样。每人可起三波食物，不超过七户人家。一家不得，就到下一家；若七家都不得，就只能饮水。不过，这两户没有人的都不算，此外，锁门的也不算。有人但不知道的也不算。就要一点吃的，那会儿我就走了啊。走吧。这家锁门的也不算。一人起食不超过七家，以叩门响声或招呼声算起。虽然这是第四户了，没人还是不算。第五户也不算，如果无人回应或不出来，即可离去，以免生起有求之心。阿弥陀佛。第六户无人应，不算。不论是常年起时的上座比丘，还是新出家的沙弥，拖着空钵次第寻起，同样都要关照内心的变化，不受外境牵流所动。空波无时，而能让众生空无烦恼，究竟清净，这是佛陀的嘱托，也是起食者的愿望。次第平等去起食，能平心地。阿弥陀佛，我们是过路的出家人，路过这儿乞点食物。这是素馅的吧？啊，做的菜油吧，韭菜吧。韭菜我们不能用，有韭菜我们出家人不能吃韭菜。那咱喝大锅老大。啊，有没有别的看呢？是，反正有韭菜。没喝过的。啊。这也是带。这是不馒头。馒头哈。啊，没馅。啊，好。阿弥陀佛，愿你先吉祥。起了七家，这户算第一家了。我们是出家人，路过这儿，中午坐这儿要点吃的，素食能吃的就可以。你看这么大的地里，嘴也吃不上来，那锅还吃不上来。好，阿弥陀佛。有的缺钱的。那里头还有人家吗？那呀，这去逛逛还。啊。再往里就没有了，是吗？啊，以后再没人家了。好，阿弥陀佛。这户算第二家了。次第起食是头陀之一，对富裕人家不设想会容易得到食物，得到美食；对贫穷人家也不设想会难布施；对整洁人家不生欢喜，对脏乱人家也不厌弃。家有人吗？阿弥陀佛，里面有人吗？不贪着美味，不轻慢众生，以平等心怜悯，不减则贫富，平等起食，对起食的人家平等，僧人受食也平等分配，
以培养不分别心和平等心。起食时，施主殷勤布施食物，主起的僧人一般都会做提示，给同组的其他僧人平均分配，再依次往钵如来音量器里分放清净食物的过程中，更增进了善根与平等无别的慈悲之心。啊，别分三块就行，摆上三块，摆三块，完给我们一人一块，不要紧，你会摆。嗯，我这是适合的了，你不要，我适合的。你摆三块，一人有一点。对。哎，好了，好，给我，好，好。对。给我，对，一半，一半就行，给他俩换一半，一人一半。对呀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好了，好，祝你吉祥如意啊。麻烦你过来，三个人分一下，都是半个人。布施一个人与布施三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僧人尽量给众生培福的机会。干啥呢？社区。吃完再每人一根。好，每一个。弄得了，弄得了。给一个，给一个。你说老板就是吃了，不，我们还有很多人回去吃，回去吃，给他一个，给他一个。在平等布施后，僧人相互间也感受到和和。让我们分一下吧，请你帮我。再行分上了，哥吧，自己分吧，还是你。再也没有分的，在你们户口上再一挂了分。不过，在对方不乐意时，也不宜勉强要求。起食分组一般两到三人一组，沙弥必须由有经验的比丘带领，上座比丘可以独自起食。起食往来的路上，有人家前往主动布施，也属于起食的部分。